这话呀，不能放在公共场合来说。确实，不是你我跟人媳家妇不来一了。样，人家货真价实卖电话卡公司，人家直话直说就行了。你不行，你得骗，你得说好听的，你是玩虚体的，实锤了。行了，哥们儿，我们找点饭点吧啊！我明白，我明白你说那意思，是有些话不适合说出来，说出来伤人。但是，与其让他们一辈子都不知道，不如说出来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嗯，行行，吧啊，去还抓是紧去找你媳妇去吧啊！啊，你还做是便感利谢有我媳媳妇妇能吗？在我最苦的那三年陪着我。你做便利有媳妇吗？啊？你这没抖有，音做我便利这个有你号媳妇我吗？从来没用过，为了你新下的。早点睡觉吧亲啊！爱的，别耽误要二胎，去吧啊！没有，现在不抱听，着狗我不呢。听，不听，下一位。来，我态度给我拿起来，元芳，态度给我拿起来，听一句不乐意听，给抬走，就算他再客气也不行，我给你打个样，比如这个皮皮罗，啊，这小子，那个，哎，我操！可是我哎，别说急脏死我话，了！你说怎么的了？能听我说话吗？啊，硫酸二氧化啊，没你声说了这呢。是什么好玩意儿？你说咋的了？你看，像这种元芳，不用给机会，叭给抬走。哎，不管他 A 啥，不管他说啥，一点别惯他毛病，哭哧哭哧就给他抬走。来，接着来，接往上抬。这谁？这是谁？威尔，威尔史密斯，来，史密斯。喂，啊，你说。哎，威尔，你好，哎，大同学你好，啊，我你就花200多是就想让说我给你想，珍惜时间啊？就是我前几天排了几，好几天，就是想讲那个地图炮的事情，啊，不能听，说吗？你去申请卫生间退款吧，啊，哎，给我一点时不间。给，哎，看着没有，元芳脾气，画面啊，整出画面来，感受。感受一下子，你看我让你付费连麦，这小子，哎，那谁呢？那个刚才那 SBC 哪儿去了？SBC，我刚才给 SBC 滴溜上来感受一手，什么叫做秒上秒被踢？你啊，这儿呢啊，上来了 BC，SBC 怎么的？SBC，其实那个英哥他是，啊，哎，这东西怎么说好呢？就是，那就不说了啊，你看感受100多抖币挣到手了，元芳，15块钱。15块钱到手了，元芳，你这是，你啥？你太果断了，你举报我吧啊！你投诉我吧，你打123155啊！你这铅球哎，当铅球呢，搁走这了儿，吗？铅球当铅球呢，搁这儿哎，不好意思，我在开车啊！啊，你有回音呢，哥们儿那个刚才连的那个啊！信号你有不回好。音呢，哥们儿哦，那如果信号不好的话，就下吧，啊！那钱退不别了耽误啊！你的直播效果。那钱退不了啊！啊，没问题，我已经排好几次了。是不是元芳？来，往上上人来，来，我看下个是谁？加多宝。你好，能听到吗？能听着。哎呀，能听到是吧？能听英着。哥乐啊，英了，哥好，英英哥哥乐了。好，你那说，个英嫂好美。哎，怎么的了？你说有啥可以帮你的？不着急，慢慢那说。个我是想跟那个元芳说一下，啊，昨跟天元晚芳上我说。是要连麦的，然后正好排到那个什么爱国青年的台下去，我就没排上。啊，咋的了？那个元芳。没有休息是吧？没元芳不有，休就息，元是芳今自己天。在上班。哎呀，我想给你推荐一个中什么药什么材吧。能有什么呀？你这，那个你是就说透析方面的吗？啊，不是什么？你是说透析方面的吗？不是，它这种东西，它是桑黄，听过没？没有。你查询一下，因为我刚刚加了你好友，我想也跟你说过，让你通过我一下，然后你自己查询一下。还有好，昨天连麦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爸爸是中医的嘛？他那个对同对对，学叫 Michael 的那个是吧？那 Michael 跟我们家邻居的狗狗同名。哎呀，然后我怀疑你有另他那有个所指，但我没有证据。
那个他这个三黄呢，他对你这个透析还有那个什么放化疗，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去吗？就是好像有镇痛止痛的作用，他这个药效，哎呀，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不好意思。嗯，你自己查询一下，然后你通过我一下，那个，我给你发一个那个专家的那个，就是链什么接嘛，你自己看一下，然后你再不是多宝啊，不收费对吧？多宝，什么？不是我这边信号不好吗？啊，不收的，你自己去，就是这个可以自己去那个搜索一下，或者是到各个药啊什么那就行什么房啊，这样那个原方你回关他呀，你让司机给你发一下子，这都是明白明白。我不是那个什么医生，就是我自己也要的。那像我知道你还能，你又不是阿浅，相信的，你又不是阿浅。他是有这个意思。我回关一下啊，你给回关一下，我已经你俩回头司机唠的直播间说这个东西不能说，但是你自己看一下，然后你回关我一下就好了。嗯，但是我有一点要说明一下。我为的不是什么续命，我要的是那个。我知道，我一直在听英哥的那个直播好久了。嗯，我是英哥的那个，不是小迷妹，是小那个迷什么呢？迷姐，没问题，都行，没问题，那属于颜值主播，等正常的，正常都有。你私底下你给他发一下子，你告诉他是怎么回事。那个英哥是我男神。哎。这扯不扯，行，感谢姐姐。完了那个，然后这个东西你自己问那个，就是那天昨天说帮你问问他爸爸的那个，嗯，然后你再咨询他一下，因为他是中什么医嘛，对，他，然后这他给我的方向我比较认可，虽然还没有回信呢，他这个东西吧，他有意什么字什么种什么流，包括主要是我现在觉得你好痛苦，知道吗？因为我现在全身都是，他这两天一点不痛苦，他这两天他挺高兴，他挺高兴。不是你直播的时候他很开心吗？我不直播的时候他看我回放，他也开心。嗯，他刚刚那当然是更好了，但是我就是希望能帮你解决一点问题。嗯呐，谢谢。欧嘞。嗯，然后那个我给你转过去，你自己看，然后你自己搜索，自己去咨询别人。这些至于其他的，我也不是太懂，我也是因为我个人的体质不是很好嘛，然后我在这个疫情期间这几年当中，我跟你就从此我跟你说一句啊，元芳，接受来自所有人的好意，但是选择明白最终要谨慎，明白 就我知道，大家都是好意，那就这样，我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然后我给那个英哥我讲一个跟小海螺有关的故事。别讲，你给我抬走了，我这本场已经提醒五回了，再来一回。不是以你那个。提醒五回，地主给抬走了，大家快乐没有？你让我讲一下呗。不是，我这么喜欢你都讲了小海螺故事，不能讲海螺，不能讲，你私底下发我就行了。你偷，你这没人，你发我，你行吧？那我讲给那个粉丝群里面吧。那发粉丝群里头，发粉丝不耽误你时间了。你在几群？我好像在12，也不13啊。你发吧，你发完了以后，12群、13群的自己那啥，自己去。我在英小群里，他刚刚说你那个在卫生间里吃饭嘛。行了，我下去。你俩过吧，你俩过去吧，你们就过去吧，你们跟英嫂过去。英嫂破罐破摔了，破罐破摔了，来。木婉，谢谢麦总。哎呀，啊，能说话了吧？没回音，你说吧。没回音啊，好，那我那个加快语速啊，不耽误大家时间，我快点说，总结一下那几个事儿。第一个就是说是北京啊，工作什么什么那种事儿 ，HR 那个事儿，就是很简单一个问题，包括在美国这帮走线的人也一样，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供需关系，你们供大于求了。人家那个资本家给你多少，那他妈说个难听的，那真是赏你饭，你他妈求着人家。你说话文明点，你老给他妈带进来干啥呀？啊，我说脏话了吗？你给人妈带进来了，你说话你正常说得了吧。哎呀，那个有点激动啊，那没办法，你自己去求着人家的。
国家发展那么多地方都需要人才，为什么非得盯着北京呢？换个地方不就完了吗？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啊。然后这个话题就这么结束了。说是阿浅那事儿，阿浅那人，他给你错误的总结，说你是拜金主义，其实不是拜金，是大多数人都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一点错也没有。不是，这阿浅疯狂搁这块儿，哎，感谢我善财哥嘉年华，那个善财哥，这个对，是那个是那谁，元芳，就是咱那个播的内容那个哥们儿，完了那个现在给他拉上当管理，要不他这晚上闲的没事儿。那个元芳，你出来感谢一首那个善财哥，善财哥刚才给你来了一首《嘉年华》，三千来帅，啊！感谢大哥，感谢大哥，元芳，感谢大哥，感谢大哥，感谢大哥，哎，不是，听我先说，善财哥，我的不行，你给我整这个，别整了，别整了，别整了，哎呀，善财哥，别整了，别整了。要说这个功利主义 啊，你人啊，不求名，不求利，那个、要的什么呀、啊？肯定都是为了名，为了利，为了更好的生活嘛。嗯。哎呀，那个阿浅他那个看那些书真是没什么用，什么亚里士多德什么什么也好，不是那个阿浅是属于就是想开直播的，完了开完直播他就不太管开不开直播，所以给自己抬走了一个月。我就说他看那些书真是没用，他既不能提升，我们都觉得没用，也没法给自己。但是我跟你说，我必须得反驳你，对他的不是看书没用，哥们儿。啊，了解。我知道，哎，看书有用，但是要看对的书。不是，也不是对的书。亚里士多德也是对的书。你是看书是有用的，是书都有用。但是阿浅看完了没有用，阿浅吸收错了，阿浅你理解歪了，他理解都歪了，走火入魔了。对，主打一首那个咱们主打一首就是属于话不让人说完，哎，让你今天晚上睡不着觉，憋死您呢。您拿我有招吧？您瞧我这样操，哎，就这样。哎，不让你说，来，电子宠物大头鹰，强制把大头鹰当电子宠物的人来。大头鹰听得见吗？听得见。是这样子的，我今天过来呢，是跟你讨论一些问题的。说。你之前不是说过一个事儿嘛？就比如说。上海啊或者是东北啊，它那个地方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在上海的那些老师他的工资高，然后在东北那边的老师工资低，这个呢，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说，是，首先这个问题可不是我提出来的啊。我知道你之前不是有讨论过这个事吗？我就来说一下，因为咱们北边啊，北边有个国家是北朝鲜，不是你他们现在还是别点人名，容易给我直接抬走，哥们儿。他们现在还是70到80年代，嗯，对。所以说，我有个感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们那边虽然更平等一点，按理来说，就是他们没有高科技，但是有房有老婆，嗯。我们这边呢是有高科技呢，我是说底层那边的啊，底层那边的就是偏，就是我们这种的，就是，没有有高科技，但是没有。给大哥跑车啊！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在看你直播，那咋的了？看你一直看我直播都没老婆呀？你先听我说完嘛。所以说，然后呢，省与省之间是有那个转移支付的，就比如说广东省啊，它每一年都会给四川那边去打钱的，所以说在省与省之间的关系呢是存在着先富带动后富的，但是人的话可能就没有。然后的话呢，我接下来跟你说的那个话题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敏感，所以我会绕。不是，你要把话题全说完再让我回答呀，还是沙拉说一个聊一个呀？不用了，你直接就跳过了，刚刚那个东西直接就跳过了。那你不让我发表意见啊？那你发，你说，我反正我有稿子。你说人与有稿子，你说人与人之间没有说我有钱拉你一把的一说？没有。没有，那你现在打工，你打的是什么工呢？
我这么跟你说吧，有一种，这么跟你说吧，就比如说，你牙花疼啊，牙龈感染了。就比如说，有的人他是投机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每个人都是投机的呀，有的选的话，当然都选轻松了。问题是，他拿个100个、1000个，他去买沃壳，然后呢？沃壳的意思就是 house。沃壳。他去买沃壳，然后把那个沃壳的价格炒得很高很高。炒得很高很高。对对对。你首先，你知不知道房子为什么会越来越贵呢？就是咱别说现在了，以前为什么会越来越贵？你觉得是因为他们给买走了，所以变贵了吗？企业都下场在炒。这个东西叫炒吗，哥们儿？我先问问你，你知不知道在这个房地产这个学问里面，第一句话叫什么？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所以具备强保值性以及增值性。就是说，你这个土地这个东西，就是你房子也好怎么着，你这一块地建了这个房子，它不可能明天说我又在同样一块地还能建房子了，这个就是建一块少一块。所以针对于这个东西来讲，它升值，它变贵，有它的合理性所在。二，每一个人，所以说你是赞同炒房客吗？什么叫炒房客呢？我没跟你讲道理。你跟炒房客是一个立场还是不是一个立场？我跟炒房客有一半站一个立场。我首先炒房客，你可以说从理念到行为两件事。炒房客的理念是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绝对不会赔钱。二，这个他的行为，他直接就是用各种，就哪管上面咱家大人已经出了各种限制啊，你什么夫妻两个呀，怎么算的，各种限制，我也要挖门盗洞去做，我也要去把这房买下来，这叫行为。理念，我跟炒房客理念一样，我也认为这个东西值，我也认为这个东西可以投。但是行为我不会跟他去做一样，所以你问我跟他是不是一样，我大概一半跟他一样，能听懂吗？那你有钱你会炒吗？我不会炒啊，我理念一样不代表我会行动啊，我有更稳的，我没必要去冒这个险。那他们炒起来了之后，把这个泡沫吹得很大之后，啊。你就等它破嘛，你等破完了以后，你三万块钱一套，你上网上买深圳房子就好了。我上班，我直接坐高铁去鹤岗，然后下班从鹤岗回来，行吗？对呀、啊，行吗？我问你呢，你觉得行吗？你觉得行吗？我觉得不行。对呀、啊，我也觉得不行啊。那你不行，你还说啥呀？那你就别，那你就买，要不你就回鹤岗呗，就这么简单吗？去鹤岗，你是有资本，你是有资产，你才去鹤岗。你现在像我现在，我都是负债的选手了。我过去那边能找到工作吗？能，我保证你能找着，找不着我给你安排。找不到你安排是吧？嗯，我保证你月至少挣。非要这样子干是吗？我保证你一月至少挣3000。你要这么杠是吧？行。我没杠是吧？好，你这么玩，好你这么玩是吧？好，行，哎，然后呢？我说了，保证你一月至少挣3000，挣不出来我给你，你就搁这躺着当大神，当三合网吧大神，给我发视频记录，一月给你3000，去，一年买房。这样子说，我现在先说一下，就比如说像2008年发生了经济危机嘛。然后沃克就开始涨价了，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哎，我不应该讲这个，怎么翻错片了？稿子翻错片了。那个抖音上有一个博主叫郑钱，他是广东人，在鹤岗卖房，顺便搞装修，他在鹤岗就干的特别火。我这样子说吧。就比如说像是2001年到2007年的时候，不是你刚才从2008年说怎么的，前面的翻错片了，翻多了直接跳过了。你哥们儿，你是不是姚先生、那个、你是不是人口88主？我是难怪呢，似曾相识的声音，你接着说。哎，感谢大哥送的小汽车。就比如说我继续昨天那个话题 啊就是那个01年或者是07年的时候，我打个比方，就比如说像手机，但它实际指的不是手机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了。我不太明白，它其实是我真不明白，我大哥请名言。
01年到07年，我指的是手机，但实际上不是手机。房子，你换谁能明白？房子啊，房产啊。嗯，它其实是慢慢涨的，也就是说，在理想的情况下，它这种东西，比如说一年涨个500块钱，一年涨个500块钱，一年涨个500块钱。当时啊，我们这边是珠海的嘛，当时我们这边的那个房价是7000-6000多吧，我看一下。01年的时候，03年的时候是3400一平方厘米，一平方厘米。03年的时候平均均价，均价一平方厘米啊！你是给我这设陷阱了吗，铁子？这个是这么一嘎3400啊？手机是平方厘米，但是如果是 house 呢，就是平方米了。你不用，你就 house 吧，你就直接 house 吧，哥们儿，我容易跳不过来，等会儿。行行行。那03年，我怕你被抬走，说实话。你不用怕我被抬走，你也不是第一次让我被抬走了。这样子，我比如说那个时候那个房价是3400块平方米，然后到现在高峰的时候2019年，4.08万元一平方米。所以呢，你自己想想看，如果是一个100平的房子，它的资产在……我问问你。07年的时候你挣多少钱一个月？07年我都还在读书。07年你一天花多少钱？07年我就吃个饭卡的钱啦、啊。那你07年时候爹妈一个月挣多少钱？10块钱20块钱，当时在学校里面吃饭卡的呀。啊，我问你，07年时候爹妈一个月挣多少钱，知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问过。你我告诉你，你让知道的人上来说呗。对，07年的时候，你一个月能挣3000块钱就不错了，明白吗？就混得不错了。今年呢，到现在呢，挣3万的也没觉得自己很牛逼啊。有没有评论区有没有07年参加过工作的，在珠海生活的，有没有？你上来说。咱就别珠海了，你也别非局限珠海，全国哪儿不一样啊，哥们儿。当初我告诉你听，1块钱是很保值的，在没发生金融危机之前，1块钱，它那个购买力是很强的。哦、你这样吧，你给我讲讲，哥们儿，你这么有学问，你还准备稿，你给我讲讲，次贷危机08年、09年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影响？你告诉我。然后上面就是发了40000亿下来。不是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影响什么了？那钱开始变毛了，通货膨胀了呗，变得很毛，对，很毛，钱开始变得很毛，物价开始贵，房价也开始贵了。从08年所以你看的爽文就是属于断更了呗。假如全世界资产全都缩水10000亿，但是我兜里的钱不变，你看的爽文断更了吧，哥们儿？不是，我觉得有必要请一位当事人。不用请当事人，我就能回答你。请当事人上来有啥用啊？你说你的理论不对，我就纠正你了。那有没有评论区有没有07年、08年参加过工作的人？我参加了。出来说一下物价还有房价的。我参加的那个变化。那时候我在长春，我们长春铁北房的1600块钱一尺，就是把山的，好点的2700-2500。嗯。啊。咋了？我一月挣800底薪。对呀、啊。啊。你现在挣800了吗？我现在挣8000了，然后呢？房子没涨到2万呢。就是意思是说，它这个东西它涨得太快了。哥们儿，那通货膨胀务必，那你现在随着你的年龄越大，你挣的钱越多，物价变得慢慢越来越高，这是每个国家都会朝这地方发展。你在质疑这件事儿吗？所以应该怎么到今天，你应该提了个小铜钱出去吗？啊？大郎烧饼多少钱啊啊啊！你才是大郎啊！大郎烧饼多少钱啊？2万一个，你人口88主，你出去卖烧饼2万一个得了呗？社会不用进步啊，哥们儿。不是社会不用进步，而是钱变毛了，在变相的掠夺。啊，所以应该怎么样呢？你告诉我，钱不变毛，钱我告诉你，因为世界上是有汇率可以换的，懂不懂？如果咱家停在80几年那个水平，公交车1毛钱车票，泡泡糖1分钱，
铁大黄头罐头就六七块钱一瓶子，如果物价停留在那个年代，此时此刻跟美国刷盘三千块钱提了个扇子型铁子，你都要给人当干儿子了，你都不是给人点赞了，你都得认人家当干爹了，你不得跟着世界走吗？世界就你家呀，跟着世界走，零一年就不跟着世界走了吗？你零一年，哥们儿，你恕我直言，你还有没有下一个话题？你的水平讨论不了这个东西，以你目前的段位和你的认知，你讨论不了这个东西，这是属于超纲的了。你是纯纯给自己找了个烧 CPU 话题了，不是你，你反而你不懂，你反而你不懂啊，我不懂，你懂那你说，我的意思是钱变毛了。购买力在消失，就是在零八年的时候，零八年他印了四万亿下来，告诉我，你这样你就当我不懂吧，哥们儿。零八年的时候你有什么购买力，我听听。我当时是学生，我没有购买力，我也是通过学生也有学生的消费嘛，你就十块二十块钱搁就是搁饭堂吃两顿饭嘛，对不对？我记得不是很清，但是我反正我只知道我当时肯定是用饭卡十块钱二十块钱的吃个饭，对，就十块二十块就把一天的饭都吃完了，是吧？那个时候两顿饭地震了，我还记得，是不是十块钱一顿饭，两顿饭二十，是这意思吧？对，好像七块钱吧，七块钱，嗯，行，七块钱一顿饭卡好像是六七块钱的。你当时就是等于你一个月的开销，咱说上二十多天学的话，一个月你可能就是三四百块钱的生活费，作为一个学生。对吧，你自己算了，两顿的话我都给你算完了。怎么说，我怎么跟你说呢，就是说意思是说自从零八年以来这边的钱变得太毛了。为啥变毛了？房子涨得太快了，房子涨得太快了，你自己想看什么原理啊。3400元一平方米，然后涨到现在四万多。所以应该怎么样，你家你所以你家那个1998年留下了125块钱的存折，到今天应该给你换套房吧，你的意思啊。啊，时代不进步，社会不发展啊。我这么跟你说个事你应该就懂了，就比如说像以前存在银行里面去存到100块钱，然后他以前的07年以前的100块钱，然后到08年以后的100块钱是不可比的，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吧？那你今天上班一个月给开多少钱呢？你告诉我。啊？你现在上班一个月多少钱薪水啊？4600啊。4600，那你这不是属于给钱给太多了吗？你按九一年九二年的话，你最多开16一个月。我说的命题是钱变毛了。钱变毛的原因是因为时代在进步啊，哥们儿。是四万亿下来了，是四万亿下来。四万亿那东西是啥发你兜里了？啊，人那钱是拿来干啥的？我哥问问你啊，四万亿下来了。他是来解决那个就业的呀，解决就业的呀，帮助那个农民家电下乡。所以怎么你不想上班呗？你的意思？为什么让农民都上班？都上班了以后显得你不上班，你在家你七大姑八大姨说你没出息，所以大家最好都不上班，都搁家像你一样。天天玩贴吧。是当初是家电下乡，是鼓励那些家里面的那些乡里面的那些人用上家电，搞这套搞这个。那不应该呀，你要不应该的话你现在你别上网啊，哥们儿，你玩算盘去，你打算盘玩卡。因为你们那边发生了危机，因为你们那边发生了危机，大量的穷人破产了。那然后呢？大量的中产破产了，然后所以他耽误，所以他耽误你当保安了，他耽误你当排你抬杆了，哥们儿，你挣的钱还是挣的1999几年前，完了你享受了2023年物价了，说话咋的烧 CPU 了？不是你超纲了？我说的是房子的价格。啊，整远了，房子价格涨的不应该吗？你现在挣的也多了，你现在如果此时此刻你挣4600块钱，如果退回2007年，你相当有牌面了，你对象都处上了，你不至于像现在。我觉得他就是应该一年涨几百块，一年涨几百块这种。那他就涨多了，然后呢咋的了？你工资不也涨了吗？涨多了啊？你工资不也跟着涨了吗？问题是工资不见得涨啊，
你不见得长得是你的问题，也是因为你不求上进。你工资你能跟他长得一样吗？那有啥不一样的？长得一样就不会有。难道你挣的钱没有跟比之前多十倍吗？我记得我之前，快点接电话吧，赶紧的吧。站岗来了，你这属于晚上门口小区物业，你在这干啥呢？你整个手机搁呱呱唠嗑，打电话举报你，投诉你，杆都不给我抬，我业主搁门口，车搁门口停半小时了，抓紧！逗死我了！我找我学行啊，但我不能涨那么快呀、啊，我工资才涨到4600，你房价应该2700才对呀、啊，怎么一下就直接涨到4万多了？哎呀！接完电话了吗？社会边角料姚先生，哎呀，怎么断开了？咋领导下来了？领导说你晚上后半夜你搁那跟谁在那哭哭的跟电话唠嗑呢？走了，这是他自己断开的，不是被抬走了。感谢我盘龙山人的对搞对象，哎，搞对象，谢谢我盘龙山人搞对象，这是不是有点？这是不是有点？这姚先生是沾点有活啊，真的，后面问题还没问呢，房价涨这么快，他涨完了直接说一半让经理就滴滴到门口去那啥去了，放哨去了，站门岗去了，这绝对是门，这个点电话能响的你就记住，那不是那指定是24小时物业了，对吧？没有别的了，24小时物业坐实了，来吧，坐实了，来吧，下一位吧。喂，英哥啊，我的麦有回音，不吵了，有回音。有回音，把那个放大一点。哎呀，啊，现在可以了吗？啊，可以了，啊，可以了。啊，就是我想说一下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北京5000-6000那个问题。怎么今天捅了5000-6000了？不是，我的认知也比较低，我可能就谈一点自己的个人看法。嗯，简单说两句，我也不说太久。就是说，感谢跑车啊，感谢跑车啊。咱们国家首先人多，他这个肯定优胜劣汰，有能力的人，他肯定能获得更好的工作岗位，这两个事更高的收入。优胜劣汰是自然法则，它是在我们现在市场经济下，它这个也适用一些嘛。对吧？你要能力不行的，你就去3-4线城市，也能活。你要想去大城市，那你就要能力比别人高，嗯，然后才能获得相应的收入。嗯，那针对于他前面说的这个，他主要的矛盾点不就是在5000-6000，他觉得不包吃啊、不包住的情况下，那个公司没有考虑到他的这个生存环境、生活环境，嗯，然后他，那你说公司他也不是慈善机构，公司他肯定是以盈利为目的，他可能针对的人群是一些在这些城市里面能自己能解决住房环境或者自己本来就有住房资源的这些人。不是这个东西，它是针对哪一个这种人群的问题？就是我现在给这价，你不满意你就不干吧，你情我愿呢。那是啊，你再小点。他觉得这些东西就特别不合理嘛？他觉得就是啊，只给5000，完了以后还有回应，不给住房就不行。就你把工况再小两声，还有回应。就是给现在可以了吗？那我听见。那我好了。他给5000，然后完了以后住房不保证就不行，就活不下去。那可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他有一些人本来就有这个住房条件，或者是他自己能解决，那这一部分人不就能满足公司的需求吗？那公司也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在这个城市他有房产，那他肯定也有这个城市的户口，那他也能少一些麻烦吧。然后呢？他公司少一些麻烦，对他来说，对公司来说是更好的呀。他不能就是求职者也不能只考虑到自己这方面。你如果只考虑到自己这方面，你对这个社会对公司的判断是有点偏离的。对对对对对，然后呢？然后我就是我意思就是我能给他解决，就是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人家给的薪水低，管不了你住房的问题，是因为有人合适这个东西。
嗯，对，那肯定，那如果是没有人合适这个情况的话，那就像你说的，那公司收益不好，或者说其他的，他可能干不长久。嗯，受教了，受教。然后呢？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想说的。嗯，抓紧说第二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平时网上冲浪的频率也高，就在一些短视频的评论区下面，可能人家只是拍了一个国外的环境，或者是国外的一些东西，人家也不是美锤那种。这点认知我还是能分得清的，但是下面那种极端的爱国主义，我很难受看的，就，哎，我就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要客观一点。这个事儿吧，就是有一些确实是过往纠正存在，这肯定存在，人家没说太什么的，然后这边就直接就是啊，你因为你缺一了怎么怎么地。说的话极其难听，然后就一口咬定你就是什么1450，只要里面有说任何一点，也不是说人家也是我们在我们你这种一概而论不了，大家每一个人幻想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国家也在和这个对面的国家在竞争，那很多东西人家也有好的一方面，人家也有不好的一方面，你也不能说就哦，只要看到人家好的方面，然后说出来了。那就直接一棒打死，直接就把那干啥那干啥那啊，现在没有了吧，刚才有个东西掉在那弹了一下。对，然后呢，然后就是我们不要太极端，面对这个国外好的地方该承认承认啊，是这意思吗？对，我不知道那些人是就是他的认知不是特别够，还是说是有一些反串？我也在这找那些人呢，你搁这说，这不耽误那些人上来吗？啊，行，那英哥，我就这两点问题。啊，你加油，你少冲浪，你听我的，你少冲浪，你看我就够了，好，来呵呵 ，JJJ， 四眼怪，可以听得到吗？能听着。我就一个事啊，龙哥的故事再说，等不及了。等了几天了？什么事？龙哥在美国的故事。龙哥在美国，那指定得下播才能讲了。行吧，行吧，没其他的事。来来来来来来，下一位，来。你好。来扎扎 key。你好，你好。你给你那个那个没的回音，自己上来静一下麦。你好，听得见吗？哎，你给你那英文名叫 Zakey， 后面加个 A 呗，你叫 Zakia。其实我不英文不是很好，这是我你就加个 A， 你听我的，你后面加个 A， 这名正对，少个 A。长久以来玩游戏用的 ID， 所以只用这个。对，你在这名后面加个 A 就好，就正对了 ，Zakia 啊，怎么了 ，Zakia？ 然后，自报下家门吧，我是来自江南皮革厂所在的那个城市。就是是属于家族小企业的二代继承。从这个老板的角度分享一下，就关于招应届毕业生和年轻人一点点心路历程吧。我家呢是做这个塑料行业的。不是，哥们儿。你是说你要分享你家皮革厂招人的心路历程，就是从老板的角度吧，去招一个年轻人，他们是怎样去考虑的，然后对于年轻人可能有一点启发怎么样的吧。不用，我觉得这屋里正常人多，哥们儿，这个话题不用继续了，继续意义不大。那个屋里面就那一个大哥精神病，那你不能6000人全都得听他的是故事。怎么说，就是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吧，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直接说不一样的地方，别说心路历程，就小型的传统制造业啊，小型的中小型传统制造业，它对于这个年轻人的渴望啊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特别是在温州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一直没招到人，找到一个合适的年轻人，想要把它培养成一个技术型的人才，但是原因就在于，就是现在的国内的这个制造业啊，传统制造业，它挑人，你只能挑这个大厂剩下的那些人，
因为应届毕业生他肯定先考虑大厂，最后中次一点，哪怕是先去。就是你现在说，就是想招还没那么容易，是那意思吗？对，没那么容易的。嗯，然后呢？然后我就先按照我家的公司来说吧，我现在工作时间就8小时。不是，哥们儿，就是招成，你现在接下来讲这故事也是招人没那么容易嘛，对不对？对，招人没那么容易。我不是不想听，哥们儿，我不感兴趣，你懂我吗 ？You feel me, bro？ I know。嗯。You feel me？ 嗯，对，所以有没有别的想说？那行，那我就可以下去了呗，因为是啊，对对对对，我想看患者，不是说对你招人不感兴趣，你招人难这东西我都懂，好吧？行，没问题。嗯，加油啊！来 ，Mr. 马，这小子是属于或那个属于大头鹰黑粉，给大头鹰画跟胳膊林似的，怎么的 ，Mr. 马？你说，英哥，作为老粉丝，对你有点不满。你说，是关于那个吃的那个小黄粒儿，还有那个抹的小蓝管的问题。我先问个问题啊，就是你天天说美国就是这不好那不好，没毛病，但是是不是它不是一无是处的？谁呀？美国是不是不是一无是处的？当然不是了。不是吧？你看啊，半年多以前你讲的故事里那个吃的小黄粒儿，完了之后你跟大家说的那个小蓝管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挺好的，也不贵。完了，大家就问那怎么办呢？啊，那个我过两天研究个小黄车给你们。上不来，没有，憋死你！这辈子吃不上小黄粒，不听。什么帖子？这抖音上卖东西叫授权的，你寻我兜里我手里摆着，完了你就能用啊？子凯来。那个啊，钱，英哥你好。就是包括哎，你这说话怎么乌了乌了的呢？怎么电流了？哦，那个现在好了吗？好了，你说啊。就是包括下面的那位远方哥们儿，包括直播间的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提供一个就业的算是方向吧。两句话说完了就完。嗯。你们呢？他们可以自己看一下，很多传统的手工业，就是一些非遗的项目，其实这些个都是在不能说招人，他们都是你只要进入了这个行业，都是可以吃一辈子的。这个是永远没有退休或者被辞退那么一说的，绝对不会被辞退，因为这手艺是长在你身上的。我可以举几个项目，例如说做锦盒、做漆器，我个人是做扇子的，还有包括做烟斗等等这些个手工业项目都可以。你不用说没人干，那些老梆子们天天说没人学，没人学，不是没人学，他们压根就不会教你，因为他们只学了这活怎么干，他们没学会怎么教人。但是你自己要有能力。你给多少钱呢？这不是说我给人家多少钱，你让他自己给去学呀。那你这你干这玩意儿一月挣多少钱够吃喝吗？管吃住就给2000，人家不干。我做把扇子卖5000。5000行吗？这爷们儿不是好人呐、不听了。嘿，奸商不。你看看。哎不听。哎你不是好人。哎不听。不哎来砸猪排。这口音太正了。哎猪排说。喂。那、你说。那个，哎，我之前是想，就是前面那个，说你就是那个 HR， 别说之前了，就那个 HR 那个阿姨嘛，阿姨没了，阿姨凉了，阿姨睡着了，后半夜了，阿姨已经闭眼了，完了呢？不是你听我说完啊！哎，急躁暴躁就主打个暴躁，快点说正事儿，从盘古开天开始说吗？就本来是憋着一肚子气想说点什么的，但是。这一大轮下来之后也没什么想说的，我就想那你别说了，讲一下我自己的事，你给我提提意见。我不听，就这么暴躁，主打一个暴躁啊！来乌鸡哥，哎，英哥，我花钱来怼刚才那个说反思那人了。好，你那啥，你那个你起诉我吧啊，退不了啊，花什么钱，一分不退，不让你说咋的了？来乌没到哪儿。哎，你好，英哥啊。哎，我是跟那个想跟那肾衰的朋友说两句。你就说跟这跟元芳说，你天天不提的咋字你难受啊？我没有说。我相信大多数粉丝都是说的好话，说吧。行，你说吧。我跟你讲啊，我也是个肾衰患者。跟你讲，我是2018年开始得的尿毒症，肾 CDK57，肾已经萎缩，没有尿。他你说你不能做透析，我跟你讲，他可以做临时管，
也可以做插管，还可以做长期管，还可以做人造血管，跟你讲多的是，后期的方法多的是。这个那个回放不知道您看没看，哥们儿，就是我现在的用意不是说续命，我就是想减少痛苦，能快点走快点走，因为能陪我的这个家人越来越老，不痛苦啊，耗不起，不痛苦。我现在一个月4000块钱，我可以完全够我自己生活，完全够我。不是钱的事儿，不是钱的事儿，就是我没动力了。不用想动不动力，跟你讲，你透着透着人就好了，跟你讲，透着透着人就好了。我们家是，我们家是家族病史，我爷爷最后怎么走的，多么痛苦，还有我大伯怎么走的，多么痛苦。我不痛苦。我开始得到这个病的时候心态也崩，我买了两颗海洛因准备自己弄死自己，两颗海洛因。哎，你这是属于自爆了，铁子，你这是属于自爆式袭击了。你搁哪儿买的？你问题大了。我跟你说，我屋里还有大盖帽搁这听着呢啊。我跟你讲，我是真的，然后开始最开始是我是只想弄死自己，因为我怕拖累家里人。后来他妈一想，国家他妈的这退休不要多少钱，经济压力也不大，慢慢偷着慢慢活着呗。以后那个有人造肾了，是不是还可以做个人造肾？千万不要信中医，我跟你讲，千万不要信中医。我相信中医可以治好很多病，但是肾衰竭这个病治不好，他得控水，老哥他得忌口，他得不能吃黄色的水果很多。老哥，每个人的那个就是对火的理解，就是不太一样。我因为我没有直系血亲了，大哥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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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没就没了吧。对，就是你这个情况，他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方向不对。从现在开始，我正式宣布啊，所有病友交流的私下给元芳发信息就得了啊。麦上这是我工作人员，人上班呢，你搁这上班呢，工作人员那个。元芳，你就从现在开始，你是有职责在身的人。我给你一个必须，我给你一个明天早上必须睁眼的理由，听懂了吗？哎，来，你现在说，有请下一位。英哥你好，其实我也是。人家说有请你了吗？我知道，因为你刚说了，让他我跟他私聊了，他没回我。回我他不上班呢吗？下班才能回。嗯，对对对。你说吧，明天我抽空会挨个看的，因为明天我得让家人陪我去一趟公证处。其实我跟你情况也差不多，也是从小父母就分开，也是跟爷爷奶奶长大。不是你咋的？就是天天得念人家事儿啊？你有别事儿吗？我人家是来看病的，给你个看病人的，你怎么整的？整干啥交流会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如果有病情上的问题的话，可以交流交流，因为我已经生病9年了，对这方面也挺了解的。你俩一个就是可以给他。对对对，兄弟，你的好意我领了。还是那句话，咱俩对生命的理解不一样。不是，我现在可以理解你现在那种。你是为了续命，我呢是不想耽误家人。你现在那个并发症。你我用2个月的时间可以调整过来，不用你写，这样。私下联系哥们儿，你私下联系的。行啊，他但凡他要需要的话，他一定会跟你聊的。就是不是说不是说不理解你们说的。让他回关我一下，然后给他交流交流这方面问题。行，你可以私下去交流这个事儿。但是呢，他现在要的东西，说白了，哥们儿，我没有理由，我没有原因，我不想坚持。你现在要给的是个想的理由，不是告诉他怎么坚持，你懂了吗？对，如果我真想续命的话，我完全可以厚着脸皮跟英哥说，你帮我募捐点。那行了，我要开刀，不用多说了，哥们儿，不是为了那些，看你给活，私下聊吧。给他嘴脸，给他踢了，给他嘴脸，给我踢了，快点，给他踢了，光你下吧，下一位，你下吧。行，我自己下。嗯，来，来，快了说。是我吗？啊，是你。哎，头鹰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有俩事儿啊，
跟你想聊一下。一个第二个事儿比较重要，头一个事儿呢是想表达什么事儿，态度极差。对，第一个我也说啊，撸了个大脸，标准诠释什么叫撸了个大脸，直接说第二个事儿。第二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就是去探讨一下。我先说一个事儿，你得给我一面子，因为为什么我要报我觉得你直播间里很少有我这岁数的人。您多大岁数了？我65年的。六五年早点睡觉吧，你比我妈小一岁。你说等会儿，俩事儿都不听了，别，哎，叔你早点睡觉吧，12:40了，抓紧睡觉啊！来下一位大眼怪。喂啊，到我了啊啊，英哥你好啊，你说，我就是来那个，我来给你兑现的。你嘚瑟，你怎么兑现还嘚嘚嗖嗖的？你理直气壮的不行吗？但是这样啊，那些润人你让他润呗，对吧？来了，完了呢？那就你看润出去的都啥人啊？你老让他们，是哥们不让他们润干啥呢？让他的问题，那他可以不看我们，他真想润他就不用看我了。对呀、啊，你别劝啊！啊？你别劝他们呀，我劝不劝那么重要吗？我又没站在大使馆门口，他这个润不润跟我有啥关系啊？那知乎上有一个怎么评价大头鹰，我就评论了说，我挺反对你的，破坏美国的革命基础，我都100多赞了。完了呢？完了，所以我明天我成立了，我都想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就咱俩包括直播间所有人，咱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明天我成立一个中介公司，你们看你们觉得咋样？出国中介，哎，叫做那个就是，这公司名叫啥呢？我昨天晚上还真想了，就是属于叫大头鹰黑中介，我就叫大头鹰黑中介。完了，你过来可以问我咨询，你就说我想上美国咋整？哎，我就给你滥竽充数。哎，我1000个过一个，过两个就行。我要10个 W， 我啥也不给你干，我纯纯拿你当冤大头，冤大头黑中介，大头鹰冤大头黑中介，我就叫这个名。完，谁想上美国，我哭哭给你一顿催。美国刷碗多钱，找不着别找我，我哭哭说实话得了。我感觉就现在互联网上这种情况，包括整个就是想出国这些人情况，我就这么反向操作，我感觉都不带守正的，就是疯狂盲目到这个地步了吗？啊？好，我看评论说好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那我就下去了。嗯，这块地方有人来过了，那我走了。行，你下去吧，来，我听听汉堡王怎么事。来，汉堡王。第一个事情啊，之所以没改名，是因为改名过于频繁了，现在不让我改。第二个事情，刚才你把折散的那个大哥踢了，其实我接着去冲了一个抖币，我想上来说，我希望你不要踢他们。我为什么不？你听我说完，你先别着急踢我啊！我不踢你，就是那我不是、那天 我踢他们也不行，踢你也不行。你也别，我花了20块钱的，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啊。那天你给我连完之后，我特意跟我媳妇儿说了，就是为什么说咋的了？20块钱不多啥？你给我下去！哎，别，哎，气死你！来，后来，哎，大头哥，大事儿，有啊啊，我一朋友他说他儿子啊在这个南非开挖掘机1月38000人民币，这事儿可能都少了。少啊？嗯，不是，可能都说少了。就是靠谱啊这事儿。南非现在搁南非搞基建的没有一个少赚，没有一个少赚钱的，特别赚。哎、是啊。嗯。他说是走的是不是这个铁剑，对国家的这个，哦，你也去啊？行，那么不是问问，对这个不了解。主要南非那边吧，就是男的去行，男的去没问题。嗯嗯，去吧，你去吧，加油啊！好嘞，啊，考虑一下生命安全问题啊。这我叔又来了，怎么了，我叔？你看，我叔怎么才下去又上来了呢？那你得让我说两句。嗯，那你直接说第二件事。哎呀，这头一件事就点到为止，行吧？我总结什么呀？没这谁，就这个所谓说这黑，所谓黑老板这事儿，听我说一下，我就看你。
那活儿你还打野，都黑老板，讲话讲师都上班了，你现在说是不是太晚了？咱就说，那讲师都上班都改邪归正了，讲师此时此刻正在练他的英文，你看我那个一边扯墙皮一边说英文的，我随你看你让我搁这扯墙皮，你让我说一句，我虽然就刚才我一报六五年，但我很关注你，就这什么很正，能量正。我哎，能量正的同时，我从你什么打野的时候，就那会儿我在看，哎，外边挂个爷爷的那会儿我在看的啊，这所以呢，这一事儿，这波的事儿已经过去，但是我说一个事儿，我不知道，就从我这个观点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或认可啊。现在等于是什么，这波那个事儿已经过去，你直播间的人越来越，这种有患者越来越少，患者少当中呢。我觉得一个事儿，你要保持这种就是这个这流量这种人，我觉得应该还得想想怎么去改变改变其他的，也得找点新的话题去。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你看你也看挺长时间，如果说咱们晚上连麦能各保各上来都有点毛病，就是这个连麦的人都有点毛病，这玩意儿患者就多了，是不是这么说？我说实话，你现在看看下面正常连麦麦序，都是已经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前申请连麦的了，那都是最早进来的，基本上都是友军了。但是我感觉他偏离了你，就是这波的事儿的已经做偏离了。那我应该给我的感觉，我一直在关注啊，我不知道我这建议对不对啊？我应该做啥？你先觉得？我觉得这波可以是收一下当中，能不能就是在这当中，虽然咱肯定不是中介，咱也不是那什么，但是咱我就是你像什么深入的，你也不在乎流量，就像我说了，你说猪猪姐跟那个就是英国哎不是意大利那个那叫什么，我都见过，就对吧？我不知道他是谁，你都在这儿，实际上你完了你那会儿你还有小来了，你们都是朋友。对吧？那会儿都很不是在乎很流量的事，我觉得能不能就在这当中，把有些人的朋友当中，你给他这个当中更隐，就是隐身一下，这事儿已经实际过去了。你现在昨天我听了一事，好家伙，你都成诊断病，这诊断别的病人了，快成医生了，对吧？咱这事儿，我觉得这事儿未尝不可，就跟咱下边这个。这叫什么元芳的哥们儿，我昨天也听了，确实挺难受，对吧？咱都是善良的人嘛，对吧？这事儿，但是呢他不是你直播的一方向，他要是你直播一方向，哎，我今天就问你一个事儿，你觉得你还回得去曾经打野的时候吗？回得去啊。回难。不难。为什么呀？你现在要你这样似的，大哥，我不是说别的。如果说我回去了以后，这人不往下掉，没人举报我，我现在就给你，我立马这一下一分钟我给你回去，你看行吗？你不是，你知道我在表达一什么态度，我什么意思吗？我希望你混得越来越好。我告诉你是这样的，我所有那些老粉、铁粉，包括你在内，我也是你没有铁粉。对，我知道，没有一个不看着我好的。那个时候咱几百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不看好的，啊，每天都当班上。但是，哎，你说这几百人是不是乐呵不乐呵？比现在乐呵多了。我不乐呵，同意不同意？我不乐呵啊，哥们儿。你得知道重点，我不乐呵，啊，我不乐意看女主播跳舞。我实话实说，我不是装正人君。但是，我不乐意看他们拧腰晃镜的。你所有的表达的东西，给实际上明白的人都能知道你在表述什么，那种正能量的事情，只有那种不懂的才认为你讲的故事是什么攻略，那是攻略吗？那是故事。不是，难道你还让我回去讲那个东西吗？不是不是，那不是，那再回去讲，那没有什么意义。是啊，对吧？咱不能所以故事会我现在也安排了，理论上我大概到快下播之前我也有故事会。我知道你，但是你知道你现在原来的故事会是每天都有，现在的故事会，就成那什么了？那你讲话，我今天搁这连到现在没一个真患者，还得接受你给我提的建议。完了，我还没完，我到现在一个患者没有呢，我疼拖到三点都能勉强凑半个患者，我还讲什么故事会呀？屋里面人就剩1000多个了，你也不让我正常进行啊？
我不提建议了，我属于这，我直接问第二个问题好吧。这个事儿有点直接啊，我不是因为你也知道我这岁数了，我是这样啊，我的亲姨就是我老爷儿，是我小时候呢，这一说就是我老爷儿跟我就是属于一个跟我姥姥给我带大的，就我这岁数都属于给我带大的。嗯，是吧，就是呢他们现在的闺女，他的唯一闺女完成家就在美国是哪儿，就那我现在在哪儿，就那个玩石油那个那州是哪州呢，那不重要。对，就是那在那儿呢，现在我爷儿就是很老有一个很困惑的一个事儿，他现在就在那儿呢啊，他又去那儿了，已经待半年了，他每回他有这我这表妹有两个闺女，他曾经都看了一年，等于一个第一个闺女时候看一年，第二个闺女又看一年，他的中间就办那个签证半年以后又续了一下，等于一年之前就等于看一年就回来，看一年就回来。现在呢他面临这岁数了，而且我也知道就是咱们你老母亲也这岁数，我觉得他老有时候问我，因为我爷儿就是我这爷儿把他的公证都办了一个公证，在办公证的时候，这回他去的时候他把那公证书交给我这儿了，他说我这回呢就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这妹妹要求我什么，我先把这公证书我不带回美国的，他就是那种认证，他们可能就是也是拿个卡吧，我也不懂啊，他肯定没入籍，就是卡，说您要是那个那什么老是岁数这么大您就别回来了，但是他们就不爱在那儿待着。我现在想问一个事儿，他也有条件，比如说我回来之后并不是国内没条件，就在国内有条件，就这种事儿，作为你也是面临这种事儿，你老母亲也在那儿，就是你觉得这种事儿，所有的他老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劝，我也这岁数了，你说我怎么劝呢，说您回来怎么着怎么着，或者不回来，他终归是把是我长辈儿，你说这个事儿，你也面临这事儿，我那个是你觉得这事儿，因为人家他是他唯一闺女在那儿，你觉得这个事儿，来给打开麦，没有我让大哥说完了吧，我也回答了，没毛病啊。我不是让大哥说完了吗？我建议。喂，姐，来吧，我要把全世界走。我突然之间忘记我想说啥了，被这大爷给绕晕了。刚才仔细听他说的，把我自己的给忘了。嗯呐，那你先想想。就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刚才有人说那个大学生毕业这个事情，我能再说一个故事吗？是我现实当时发生的。不听。然后不听，我要听换职。那完了，那我不是。来，那个下一个谁是换职？来，我看看，大哥大嫂过年好，是不是换职？我还无权取消经营他麦。来，绝了咪了，你是换职吗？没有，大嫂赢。啊，你是患者吗？我是患者。你什么患者？我是一个那个在加拿大的患者。你咋的了？我现在在加拿大吧，然后疫情两年，我搬了家，一直在找 family doctor。啊。但是我这找了半年。什么毛病？快一年了，找不着 family doctor， 就找了好几个了，他们都不收。建议你回国。不收新患者。建议你回国。我是想的，建议你回国，来小星儿加油，无权取消经营，来，我先把拍卖麦序给他关了，不用抬了，麦序给你关了，重新排，絮絮叨叨的，重新排麦序，来。这天天想吃汉堡，完又吃上汉堡了。我声音小没小啊？是不是？哎，你好，小了，声音小了，可以，还可以。小了，就别动啊，别动，把拍拍这儿，别动，我就连个 PK。你浪费我一个汉堡王儿童套餐。这个英哥看来也是从海。一切好，
哎，有时他们以为自己能咋的，不知道。你好。啊，这是姑娘啊。你好。是老爷们儿吗？你是老爷们儿啊？你好。听不着我说话吗？我声音有点粗，哥。你是声音有点粗吗？你那脑门子也挺粗啊。你找个班上吧你。哎，不是。来自我善财大哥肌肉有记忆，就是看着血管必须搂的。你们这样连麦别往上抬人啊，我就只能带两个人，我带两个人去连麦就好了，我带两个人去 PK 就好，不能多往上啊。别动啊，别动，你俩别动啊，你俩不要动，我就打 PK 去。别动。你好，这点没人了，这没人，我点两回随机，怎么都点你身上了呢？那谁知道呢？啊，不是，跟刚才你是咱俩刚才连过是？你换滤镜吧？没有啊，不是大哥，你这咋的？是没实在没活了，怎么整成这出了呢？有人吗？你直播间？还行吧。多少人呢？100个。你看你那小号上我直播间看多少人？我不愿意看。叫你家那个刘马浪大哥过来看看我多少人。不需要，浪费我时间。拉了个大脸，你就4票，你家大哥呢？你多牛逼呀、啊，哥哥！气急败坏了。你气急败坏，我说你两句你就气急败坏了。说实话，气急败坏了，不是咋的？没欠过几千人呐、啊。不是，那你我问你一下，你焦黄谁不是几十万粉丝啊，哥哥？你6000人了不起吗？焦黄的不是我问牛逼啥呀？我说句实在话，你要输了是什么活？什么输了什么活？那你 PK 打输了以后什么惩罚？你是跳舞啊？我还不乐意跟你玩呢，滚！实话，骂人了。破防了，声不小了吧？这回声不小了吧？无忧啊，可以，声音听得到啊，不是听得到还是小啊，就是正常啊，正常的啊，破防了，给大哥整破防了，来吧，你开始吧，原方给自己抬上来，来，你说吧，怎么的？你什么事儿？我其实没什么事儿啊，我就无意当中，你刚刚断线了，我是不是点了一下？对，我重新排麦了。太絮叨了啊、对，然后就莫名其妙就第一个了，我确实也没什么想说的，我想讲个故事吧。不听一个故事，哎，你还想讲个故事？不听，等一下，来阿星。哎，啊，哦、我也是友军，应该是把我抬上来的啊。好，那我再给你抬、没事，好嘞，哎，来，元芳往上上人来。破防了，大姐破防了。不是，我说实话，最近我在抖音上我总能刷着这种就是男扮女装。大英老师能听到吗？啊，能听着。哦，然后我一直在看你的直播，但是我这边关注的点可能跟你跟就是直播间大部分人不一样，我这边是一直业余的研究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啊，专业的，你意思？你的直播间就看，我就从直播间就看出了，美国的一个现在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趋势，啊，你比如说以前都是旅游签证过去，然后落下，然后留在那儿，现在是要走黑啊，然后以前那种人是需要精英过去，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对吧？然后我现在希望跟你讨论，现在精英也不过来，咱家现在能给几钱了？明白吧？我说句最扎心的话，原来精英愿意往国外走，原因是因为原来咱家给不起。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交换了。对，现在我想您帮忙看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我近期看了美国经济的一些政策一些调整，越发现就越研究越发现，然后就越感觉熟悉。就是您觉得现在就是2023年这个美国经济政策，特别是下半年的经济政策，他们美国国会不是发布了吗？嗯，像不像我国90年代，特别是95年以后的一个经济政策？就是美国这个经济发展政策这个转变，是不是越来越像中国转变了？像中国90年代那个经济政策转变了，而中国目前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
一个趋势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态势像不像1985年的美国？1985年的美国咋的了？我不知道啊。就是1985年的美国经历了里根那个那一的经济发展以后呢，然后他到1985年从到了一个拐点。不是你，然后他的拐点的问题就是你说他像不像咱家，或者咱家像不像他？首先他本身他是从体制上就是他就是、他现在2023年的美国，2023年的美国像不像你90年代刚出国时候的中国？就越来是往是不是往这方面靠近？我没这么觉得。嗯，我没，因为这两个本身它没有可比性，哥们儿，你明白吧？啊，这两个、就是、这两个这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国家，它完全情况也不一样。今时今日，现在今时今日的美国是在上是上是不是上任就是现任大哥无能发票之后导致的今天这么一个情况。咱们家没有过这个历史先例啊，你怎么能把它相提并论？不是，你不能从政策上来讲，政策是因为他现在是无能发票，发票了之后导致大量的这个通货膨胀，导致利息已经到了 6.85， 这是不一样的情况啊。他选择做什么选择没有任何关系啊，对不对？他的前提条件不一样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然后我还想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美国的民族保守主义是不是在他们的国内越来越极右化？不是，越来越弱了。极右化。你少说话，阿谦。越来越掉画面了。怎么呢？越来越怎么呢？他是不是越来往右发展了？还是越来越想往左发展？有点GGGQ了吗？现在就是。嗯，明白了。好嘞，好，谢谢您。嗯，对，就是属于惹不起，你明白吧？你，我告诉你，就是现在情况就是原本就是属于啥呢？我认为我宣传正常的东西，我请个白人搁这块拿个冰淇淋啊，吃冰淇淋就吃大头鹰牌冰淇淋，完了人家下面就得说凭啥不使黑人？就现在有点行，我惹不起你啊，我来消极反抗。这个 GGGQ 在美国真正体现出的其实就是消极反抗，我都给你换成你的，行了吧？我都换成黑的，行吗？蜘蛛侠也黑的，小人鱼也黑的啊！讲话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妖婆还提议一人给发36个 W 啊！你知道你肤色黑，一人补36个 W 补偿你们，这是属于就是开始捧杀了，有点你明白吧？现在这个方向真正发展的方向有点捧杀了，大家心里都心明镜的，早晚有他们端不住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东西你要真深刻聊的话，你得在美国本地看见那些百姓和那种正常生活当中状态当中，大家拿这东西当什么看？大家拿这东西当新闻吗？不，大家拿这东西当笑话，但是没人敢笑，这就是关键啊！这就是闹心的地方。来，该吃药了，患者，熊猫，大熊猫，该吃药，患者，来，不在下一位吧？哎，不对，他是提醒我这该吃药了啊。哎，好了，我知道了，知道了。那英哥，你先吃药。没事，你说你的。你们都吃药，你们身体都不健康，就唯独我健康。你身体是健康了，你脑子不健康。哎，我现在有个问题想问你，真的。到你了吗？不懂排队啊？到谁了？贾国，给我分享一下子，从盘古开天地讲到今天的故事。说吧，应该能听到吗？能听到吗？啊，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我2019年的时候出过一次国，然后是去越南旅游去的，嗯，然后就是在大部分的景点都能遇到那种举这个小牌牌的那种人，就上面风火轮啊啊啊，对，啊，完了呢。然后我就在想，你说那些润过去的，然后就到最后走投无路，会不会也走上这种道路？那种东西本身不是他们的信仰，你明白吧？那个东西是他们拿来做资料用的。啊，我就是说，会不会我可以这么告诉你，举这种小牌的，10个里面有9个半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他心里心明镜的，他不是傻子，你明白吧？他不傻，他知道这玩意儿没用，他知道自己是咋回事，但是他必须举的原因是因为他拿这东西做资料，做啥资料？他要申请搁美国这地方待下来，他个老旅游选手，就是你找中介给你办啊，美国杀完5000，你找他给你办的是旅游签，你是来旅游的，你不是来打工的。你到这儿想留下来以后，你得有个理由，你得说你是玩这玩意儿的，你得说你是哪吒，你拿火箭枪，你踩风火轮，你要到这个地方待着，那人你咋这么一点待着？你在这待着你也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啊，咱也不知道这边哪个大仙儿给人起的，先给人起的头，说来吧，那个你就到那儿去举个牌去，这样式的我给你拍个照，哎，我给你登个报，你这样的话你就能证明你是这个了，明白吧？完全说白了就是为了黑在这儿，那10个里面有9个都是为了黑在这儿，他不是真懂点啥，他真愿意玩这个东西，懂吗？那都一个个心明镜呢，懂吗？哦，意思是现在在美国也是会有这种举牌的，到今天也没有任何变化。哦，我还以为，因为19年过后不是就那啥了吗？19年到一直直到19年，可以这么说 ，BH 这个东西在这儿基本是申请不了了，属于人家也不傻，人家都给你识破了，你不纯扯犊子吗？你信啥了你啊？你玩什么了？你会踩旱冰鞋吗？你就玩啊？哎，发现没有这东西，已经给这个东西已经取消日程了。你再说这玩意儿已经申请不了了，于是乎，大马路上举牌都没了。到今天我都搁洛杉矶我都没怎么见过了，我说实话没有了，一哄而散了，乌合之众了。哦，懂了吧？好吧，拿这玩意儿是完全为了留在这儿，找个生意属于钻个漏洞，沾点投机，他们真信点啥，就这么简单。这个肯定是，这个肯定是，我理解的也是说，为了留在那儿，或者说为了其他的一些利益，然后他才会愿意去取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就为了做资料，为了收集自己的资料而已，仅此而已。嗯，行行行，那英哥你快看病，快看病啊！来来来来来，阿浅又来要画面了，阿浅呢？前两天我连你，我总觉得你只是一个思想有点固执、有点偏激的人。然后但是很好学习热心向上的人，自从你开完直播以后，你现在这一副嘴脸让我感觉你就是纯纯搁这蹭流量的，你先解释一下。我什么时候蹭流量呢？你在刷存在感蹭流量呢？我现在就这么为什么要刷存在感？那你不能不让 我要蹭流量的话，我在贴吧里做了做直播，贴吧也有直播，为什么要在这做直播？嗯，行也行，随便你怎么说。完了呢，所以你上来想说啥？我就想问你，还是那天讨论的问题，我是不是拜金主义？别人有没有自由？有。我就哪怕再封30天，对不对？我也要把这个问题暴露啊！你说自己都憋不住笑了，现在开始这么拙劣了吗？我说别人有没有自由？有。完了呢？我按照你的回答跟你稿不一样，后面都回答不出来了。我说别人有没有自由？我说有，你聋啊？自由的话，他想你是不是聋？我说有，我就说什么？你说有？有？我没有听到，你看到没有？他说有了，他说有了，然后怎么了？然后怎么了？然后能又怎么了？有，然后呢？哎呀。他有自由，他可以他随便走啊。你做的这一些就是反移的事，我有没有自由是有问题的。我有没有自由？你有自由啊？我能不能说？但是你没有伤害别人的自由啊？我能不能说？你有伤害别人的自由吗？你有吗？我伤害了吗？我拦着人家了吗？你伤害他们情感，伤害他们情绪，你让他们情绪很难受，对不对？那怎么的？我非得顺着他说？不，他最起码你不要迫害人家就是你可以说做任何事情，但是最起码的你的逻辑是不能伤害别人。我为啥不能伤害？就比如说 A, 我连你都伤害了，我谈多啥？我举个例子 ，A 要去天津，然后你非要是说不要去天津，然后呢？你就伤害人家了。他去天津有伤害你没有？有啊。然后就这样子，对不对？有啊，你代表他们伤害我了？我没有代表他们，我是代表这些正义正善美。你代表啥哥们儿？你能代表你一个大笨头？你能代表你大儿喽？你能代表谁？谁用你代表？代表这个世界的谁好人用保安讲亚里士多德代表开直播能封30天？谁好人用你代表？你告诉我，那不用代表，我就刚才说你带啥表？手机上没点啊，非得带个表？你看看，你为了转移话题，我对不对？
人家所做的事情，人家自由，不管说是犯什么事情。你现在不是在干涉我的自由吗？对对，你就我愿意说，咋的了？你说我蹭，其实你是最蹭的。对对对，我蹭了，然后呢？你拿我有招吗？我蹭这个大流量，对不对？我蹭顶成功，你拿我有招没？对对，你蹭大流量，你有招没有？我蹭上了，咋的？没有招啊。但你伤害了别人，对不对？啊，我伤害了，他不承认自己是拜金的。行，我拜金了。我突然发现一点，你如果不承认自己拜金，你也认为拜金，我拜金，这件事情是错的，明白了吧？你要如果不承认拜金这一点，然后你认为拜金也是错的，说话咋的呀？对不对？我拜金，然后呢？你就是拜金啊！你何止拜金？啊，对，我拜了。然后呢？你有两副嘴脸，一副嘴脸是见金钱，第二副嘴脸是见金钱，明白了吧？你有两副嘴脸，我拜金了，咋的了？我还接着对，我还干涉，完了呢？对你有两副嘴脸，都是来自最原始的欲望。什么欲望？对不对？食色性也，对不对？包子、面包，然后呢？对不对？然后呢？然后还有什么？然后还有什么？然后还有什么？然后所有这一切就说明你是一个非常低级的人。好，然后我低级的人，我有5000人看，你没有，你开播叫人家封了一个月，然后呢？咋的了？我那是让你举报的，谁举报？ 我那么热搭理你，你寻我能干出你那事儿来？我聊了30天那个什么普世什么的，那个不能聊啊，那个不能聊。感谢你的分享，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这个世界有一种人就是多余，我觉得你要刚才还谈论到那个4000-5000的问题，对吧？那是老子问题。谁问你？谁问你？中国老子问题变成这样，到底是社会环境问题还是普通公司问题？ 你看，你总是给他们辩护，对不对？那我干啥不说呀？我有想法，我不能说，对吧？非得让你说，老子问题啊！那么老变成这么他就是老子问题。不是，那怎么麦克风给你得了呗？你来说呗。说什么？你来说呗，你说你的观点就完了呗。你老管我说啥干啥呀？你恼羞成怒了，你气急败坏啊！行，我怒不可遏了，我还准备踢你了。然后你有招没有？没有任何招数啊！没有任何招数，你恼羞成怒，先给我哭，我就留你，是吧？你哭，你给我气急败坏，你给我激囊囊。他是你这次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啊！行，你服不服？我恼羞成怒了。我给你踢出直播间，我不给你拉出来的话，你服不服？我你还想不想看？没有必要的，都是。行，我问你想不想看？你还想不想看大头鹰？不想看，我给你踢出去，拉黑了。拉黑都无所谓的。就想好了，恼羞成怒，我拉黑了、啊，气急败坏了，说不过了，就这样子，对不对？行，我说不过了，我拜金主义。那你咋的？你赢了。你就是拜金主义，实锤拜金主义。你赢了。这是行，实锤了，我承认了，你别再大结局，别再问，别再絮叨了，你赢了还不行吗？然后呢？我现在拉黑你，还有话想说吗？他自认拜金主义，这大结局，你可以写一个大结局啊！好，我败给你个大分头，对吧？我败给你个大分头。你看，你为什么你不承认拜金主义？因为你也觉得拜金主义是不好的，对吧？啊，对不对？对不对？你也觉得拜金主义是不好的？我觉得挺好，我觉得我挺美，我还觉得我自己是颜值主播。你能啊？是啊是啊，你看你那些粉丝怎么留言的？他们说我粉丝怎么留言怎么的？你有什么不高兴？他吃饭有错吗？在第一站留言吃饭有错？我破了嗓子吗？那都你收满，那都是你是你别哭，你慢慢说，明白了吧？那都是 你慢慢说，你别哭，明白了吧？直播间里有多少人被他收满了？被谁收买了？快点跟公主说，是个团队的。拿出证据来。给了多少小钱钱？鹰酱给你们多少小钱钱？拿出证据来。没有任何证据，我看他们回复都是一致的，在 D 站、B 站。然后呢 ？B 站要 B 站。然后我就觉得你们这些人很无耻。又是觉得有没有具体证据？就只靠觉得。不是觉得我看到了所有的回复都是一样的，那怎么的呢？你会汉字，有一个我不能会汉字，你能叫阿钱，十个人就干死一个，对吧？你就是流氓组织，说白了。啊，行，我流氓，网络黑社会，我流氓，对吧？那为啥没人抓我呢？网络黑社会，那为啥没人抓我？你这是网络黑社会，完了呢？不是，那能怎么完了呢？拿证据啊！昨天是你能怎么完了呢？你完了呢？都被收满了。你不完了？那你跟我说完了一大堆，你有啥用啊？你说完这个，那实锤啊，就把你实锤了，还能怎么办？那个家里有大哥说了，这么说，你看啊，阿浅呢？阿浅，你听我说啊，阿浅，你呀，
你就是这个。抱歉。然后呢？没有然后，你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你可以脱口而出。USB。USB， 从第一天开始说是一样的吗？我没说，第一天没说，我今天第一天说，大哥下面大哥打字说的，他那意思说你是 USB， 说你方方正正的，说你为人端正，是因为我说你洁白无瑕，是因为你是罪恶的、邪恶的。嗯，行行行，我是罪恶邪，你还有没有什么最后的一点还要说的？因为你们所做的事情，没有的话，我就给你那啥了。罪恶与邪恶沾边的，明白了吧？你应该想到你有邪活没有？除了亚里士多德留下点什么记录，你看了没有？你有没有活不到80岁、120岁，最起码要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你难道只给你的小头鹰就留下点金钱，不给这世界留下点？我没有，我小头鹰，我目前小头鹰是属于我小头鹰有点年手。你要给这世界留下什么？你有小浅了吗？你有小，你而且是你有小小浅了吗？一副嘴脸，你有对象吗？一副嘴脸是，你结婚了吗？阿浅，那阿浅，你这辈子能结上婚吗？一副嘴脸见到女人，阿浅，你这辈子能不能结上婚？一副嘴脸见到金钱，你这个刷嘉年华就我钱有够，你是你收不着你难受了，这才明显你是你收不着你难受了，这不叫阿 Q， 你眼红了，你气急败坏了，你恼羞成怒了，我怎么会眼红？你看不了别人好了，我没有金主，我跟你说吧，啊，我不需要任何金主的，明白了吧？你需要啥？吃够喝就够了。你能不能把每个月工资拿了以后就直接当老板面给撕了，扔下水道？明白了，够了。能不能？明白了，够了。这几天有几个人要他要跟我说他让我去什么菲律宾局，你就是他就是你直播间里的人，腰子去啊！你看你直播间里藏的都什么人，都是诈骗分子，可能都是。那你举报他们呢？你遇到坏人你举报啊？那就是你直播间里藏的，那有可能是你开一小号，让你粉丝开了小号去逗我。你自己都说都笑了，老弟，你不觉得自己在这哗众取宠吗？像跳梁小丑一样。什么叫哗众取宠？大家都在这笑你呢。这样像黑暗势力，就是啊，行，发起斗争。你这样，这个世界上你整那个，你整那个马路上卖那个绿青蛙，那个就是卖小青蛙吹气小青蛙那衣服，你整一套，你穿上，你叫蛤蟆侠，你出去拯救世界去吧，你去伸张正义去吧，这个世界你打倒黑心力去吧，行不行？东西就是你能给这世界留下点什么，而不是说你要从这个世界掠夺走什么。你能给，我跟你说，阿钱，你能给我们的世界留下的就是一直笑谈，你拿你当个笑话，你能给这世界留下个笑话？嗯，我跟你说，你承认你自己没文化吗？你连我都不如，我没看过亚里士多德，你连我都不如，明白了吧？对对对，连我没看过亚里士多德，你如那种精英阶层看到你就是一堆废纸，明白了吧？对对对对，我的直播间都没学问，都没你有学问，但是那笔钱，我的直播间连保安都没混上，废钱，明白了？废物，明白了吧？你就是废物一个。大哥被抬走了。你没被抬走吗？我没有，我8秒钟会7秒钟回复画面。可以啊。哎，被抬完还能拿回来，见过没有？能屏蔽还能回来，见过没有？有点厉害，有点。今儿不见着了吗？阿浅呢？没猜错的话，这回不但直播封30天，说话也封30天吧。可以吗？人家应该的。而且你被抬，为啥我没被抬呢？你想想，其实也挺好。阿浅赢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了。阿浅没有，人家抖爹保护他，根本没出来过。来吧，无忧怎么的？我也喜欢亚里，你说。没有，我试个麦，他们老说我麦声音小。好了，他们说你说声音不小，没问题。好了，去吧啊，来欧，大眼怪。哦，大耳怪说话。大耳怪不说话，下一个。哎呀，我说吗？啊，你说。百年拍我。喂喂喂。那个天天想吃汉堡王，你别天天给我连麦要画面了啊！你跟阿浅接下来将会是一个处置，我现在不是恐吓你啊，你上来他聊完之后我再给你掰扯，上来再整装疯卖傻这书，直接我就给你拉黑直播间。他聊完之后我再给你掰扯、啊。来吧，百年徘徊，你说吧。喂，英哥。啊。我操，连好几天终于连上了。好的，你整这书，你要是个女粉丝我就笑了。你是接着说咋的了？
没事，我就觉得特别喜欢你的直播。啊，好，谢谢你，你整个大肌肉筷子去，你这是不是卡唬我呢？你搁这儿，你是不是卡唬我呢？没有，我就特别喜欢，但是我就跟你有些不同的想法，主要是。这叫特别喜欢，那你给我说说具体有什么不同？你说我听听。哎，我就觉得，就是你天天劝那些人不要走线，但是我觉得那些人就应该走线出去。那我觉得他们就不应该看我直播就得了呗，讨论啥呀？对不对？花为悦己者容，不对，女为悦己者容，花为悦己者开。哎，大头鹰的直播就是不连 WiFi， 哎，主打一个押韵啊，就这么地吧。来，那个阿毛，先插一句啊，就是如果走的人不够多，那在那边永远没有话语权。走的人多就有话语权了，来都要饭的有话语权。对呀、啊，只要人数足够多，他就一定有话语权，要不然这个话题在八百年前之前就聊过了。好，你听过，咱不说这个了。我先问你个问题：你现在享受着美国的福利，又在说美国不好，你是不是美国版的幺四五零？你是不是美版的幺四五零？我享受他啥福利了？你跟我说说。你现在呼吸着美国的空气，享受着美国的医保，你那几万块钱还是多少钱的那个心脏支架，你就花了几千块钱。保险我没交钱啊？对呀、啊。对啊，你交的保险多还是他给你报的多？那你别管他这交的多还是报的多，哥们儿，我一个月和你回答我交多少？你交的多还是给你报的多？我交的多。那你这就是耍赖了，不可能。那我账单搁这摆着呢，那有啥耍赖了？对不对？你要的多呀。你是说你交保险交的钱比那个你心脏支架给你报销的还多吗？不是啊，我心脏支架自费交一千，我保险一年就得一千五，还不对，一年啊将近两千。你身在美国，拿着美国的 PR， 然后享受着美国美国有给老百姓的所有的政策，你都能享受到。现在你享受美国不好，你具体我是认为你是美版的。你享受哪个了？那你说说嘛，空气也算享受啊，哥们儿。那我问你，我在村里我享受啥了？我不在乎。那你这有点赖。我不在乎你享受啥，我不在乎。你想吃汉堡王，你吃汉堡王得了呗。你吃儿童套餐就完了呗。你享受啥跟我有啥关系啊？好，那我这个是前言，我就一个核心观点啊，核心观点是什么呢？我觉得你这种人啊，要是搁早几十年，你这个屁股是歪的，按之前那个话，你得掉路灯啊，因为我觉得你在 PUA 我们底层老百姓。那你别看呢，我不能不看呢，因为有为啥不能不看呢？你抖音就我一个人，你往上翻一下走不了啊，因为你观众里边有很多人被你蛊惑了，那跟你有啥关系啊？我得拯救他们，我得帮他们。你拯救他们，你连我麦整啥救我？哥们儿，你自己开直播呀！今天讲话，我不高兴，我把你嘴封上，你说不了话；我不高兴，给你踢下去，你上不了麦。你拯救他们，那你挨个直播间那五千来人，你挨个私密人家，别听大头鹰了，去看我吧。你的观点有问题，我得给你掰扯掰扯。我的观点有问题，那你开直播来掰我，你当博主来掰我，我不想你，我不嫌你这个咖位小，行不行？那不至于，我觉得没，因为那个成本太高了。不是时间成本，各方面成本太高了。你来讲要露脸了，你开始天天搁这装双峰卖傻的书，你容易让人认出来。咱别说这个，咱就说观点。你我还是之前那个观点，你对国内的就业环境一点都不了解，你就是不了解。你因为我不在，昨天你就得说不了解。不是昨天，咱就说一个事儿。昨天有一个中介，那个做劳务外包的给，就类似于那种给南方的工厂做劳务外包的，你在那儿支持他，我就觉得很不对。那咋的？应该怎么呢？因为那种劳务外包的公司，它的本质并没有给劳动者提供什么有效的价值，完全就是把这个劳动的这种关系给剥离开的。就是就像之前那个申通啊、快递员什么分拣的时候出现身体的不适了，最后人家那种大公司一点责任没有，就稍微赔你几个钱儿，你不是我的员工，你外包的。不然咋的？你上班的时候如果出现身体不适，给你娶个媳妇儿，回你家上乡下给你干三间大瓦房，啊，给再给那个列祖列宗重新修个牌位、修个祠堂，给你签个风水保姆，你疯了？喂，老爷子。汉堡王，你打个字我听我看看来。汉堡王，怎么抬下来呢？哎，感谢大哥送的大跑车啊！这哭吃一首阿朱，你真狠，先出车后出人。来吧，那个欧怎么的了？我连了四次了，大哥。你不说话呢，我不踢你。我一直在说话，可能快说问题了。我可能是来治病的。你啥病？
是这样啊，我简单讲一讲，我家是做硅矿和锡矿的。你先，你不是哥们儿，我先不一定感兴趣。但是我觉得你先说主要问题。我就觉得说，我向往的生活可能这里给不了我。你向往啥？你说，直接说。我喜欢就是红门。大哥呀，啊，你喜欢那玩意儿是属于堂口大哥呀？你要当双花红棍呐？对。你现在有什么绝活？你表演一个，铁子。你老海豚顶球，哭哭钻篮球的时候，你要当双花红棍，你有什么能力？我看看。你把摄像头打开，给我来个后空翻。所以说，我想，我在想，我聊的这个话题会不会太敏感？你聊的话题一点不敏感，你的智商确实有点敏感了，你有点挑战我们，你有点挑战我们直播间里面其他人智商了，哥们儿。对，就是职工胆。现在他在美国怎么样？我问你，他有办事处啊？还他有店面呢，开了个店，卖红门周边、双节棍、双花大红棍，你疯了？能让你这种去吗？你讲话，你就现在找着街头人，打开抖音，你看你连头像没混上，大眼怪，单名一个欧字儿，有啥用啊？这表就抬走了。不，我啥没说。你还啥没说？我的意思是。